老陈，我有点急事找你。哎，你怎么没跟陈永一起走啊？我为什么要跟他一起走？我明白了，你是因为太喜欢他了，怕别人看出来要避嫌，对不对？我终于知道你儿子的这点自信是随谁了。讽刺我是吧？讽刺我？那我问你，你是不喜欢他吗？ 啊？讨厌他？也不是。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呀？我担心他，他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他那么大人了，能出什么事儿啊？顶多是脑子有点乱，出去清静清就行了啊。你放心，出不了事儿。不是老陈，我跟你说。 他在公司里面因为升职的时候，他受刺激了，就跟小雨他大吵了一架。你说他万一犯病了，他人还在国外，他怎么办呢？他犯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该担心的也是我呀，我是他亲爹。Who are you？ We are friend. Friend 是吧？朋友。我跟你说，我最烦那种见面就是朋友的，吃顿饭就成朋友了。什么叫朋友啊？ 朋友是得以诚相待，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啊，朋，两个月，那得是能一起赏月的人，明白吗？我们俩何止一起赏过月啊？对呀，我把这给忘了。那你们要是成为朋友的话，我是可以接受的。哎，作为朋友，我给你一建议，去泰国。 谁让你们是 friends？ 老陈啊，你真是他亲爸。
对不起，我不能把顾客的信息透露给别人，比如你入住我们的酒店，我们也不会透露您的消息。我就想知道他有没有入住这家酒店，你只要告诉我是或不是就行。那如果他没有入住的话，你也不算违规，对吧？嗯，没有。谢谢。你好 ，excuse， 没见过，谢谢。我记得你，你叫 Emma。我也记得你，还记得这杯酒也叫 Emma。啊，你又来泰国了，一个人？哎，你那个朋友和你一起来呀？哪个朋友？就是在我这里求婚，求婚的那个。他在哪儿啊？你们之间有故事啊？我来泰国就是找他的，可是我一直联系不上他。你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吗？他问过我，说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要有海、有沙滩、有日出。我就推荐他去了他打村。嗯，他可能真的去了吧？谢谢谢谢。嗯，他打村怎么走？Hey, beauty. Hi. Alone? Good. I'm looking for my friends. Have you met a Chinese guy? You should find a Chinese guy in China. Only Chinese guy since you're here. What's the name? Come on. It's not only Chinese guy here.
Only us. Let's have a drink, Chinese beauty. Oh, I don't want drink. It's too late and too dangerous for a single lady. Stay with us. Sorry. Come on, let me help you. Come on. I don't want your help. That's okay. Just for a little drink. Stop that. Come on. Come on, come drink with us, girl. 放回他。 Who the hell are you? She's my fan. Come back. It's okay, leave them. Just come back. Let's win, guys. Cheers. Cheers.谢谢，你怎么了？咱俩一起中的奖，你能来我不能来啊？那为什么不跟我一块儿来呢？哦，那天我想来来着，但是我起来晚了，没赶上飞机。好吧，小雨，他来找我了。 他找我了，他说你们在公司闹了矛盾，然后你就跑了。他找不到你就来找了我。我担心你，我怕你又……哦，有什么？怕你又想不开，现在身上那次一样，等你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万一你要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呢？我找你爸，你爸也不管，那我还能怎么办？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为什么不接电话？不是我不接电话，这里没信号。这几天你一直都在这儿啊？嗯。这里挺安静的，平时也没有什么游客。早晨时候能看看日出，挺美的。 这样吧，你先歇着，明天早上我送你回酒店。你去哪儿？我睡不着，我去海边坐一会儿就好了。喂。怎么了？赶紧睡吧。晚安。
没有啊。怎么没有啊？你去海里面照照，你是不是一张臭脸？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知道，你就是心里边有事儿。你嘴上说放下了，其实你还是没有放下，因为你心里面还是在意，所以你就跑到泰国来了。我跟你说啊，很多事情逃避是没有用的，还是要去面对，所以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是，过去的事儿应该让它过去。这就对了嘛，你说你天天在这看日出，日出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希望，是明天。所以啊，很多事情该放下就应该放下，勇敢地去面对。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呢，你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忘记，重新开始。Just do it。小溪。嗯。我问你个问题，你要诚实回答我，可以吗？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啊？你为什么这么在乎我？觉得不仅仅是弥补，对吗？你为我做的这一切，
没事儿，也不想看见我，那我走。小溪，我不是这个意思。以后你不让我管你，你也别再管我了。哎，小溪，别管我！ 小溪，小溪，你去哪儿啊？不用你管。哎，这条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人呢，你难道走回酒店啊？我走回中国也不用你管。小溪，你能不能冷静一点？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为了你好。你是为了我好吗？我只是觉得没有我的话，你才能幸福一点。 好，你跟我来。你带我来这干嘛？你还记得这是哪儿吗？ 我懂，小溪，我只是希望你，我是希望你能放下过去的事情。我放不下，我始终都记得5年前我们两个人在这里认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两个人重新开始。其实来泰国之前。
Emma。嗨。嗨嗨嗨嗨。嗨，哎，你的朋友呢？找到了没有？他已经不在了。不在了，哦，那真是遗憾。嗯，哎，你这个是要走了？我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或许我就不再来吧。你等一下呢。不能让你白来一趟，你看这里永远有一杯和你一样美丽的美酒，漂漂漂亮。谢谢。嗯，你喝一口算我请客，希望这里能给你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喝吧。Hi boss。 哦，我过去一下。萨瓦迪卡，请问一下，江小西还住在这儿吗？你稍等。嗯，对不起，没有。不客气。ดื่มครับดื่มโอ้โหนี่ร้อนมากเลยนะคืออยู่แถวนี้ใช่ไหมครับเฮ้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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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เกิร์ลเฮ้ย你好啊你这不还在这里吗你的朋友呢没有找到你我朋友Emma小西你见过他了他刚走，他说没有找到你。你说明明这个岛就这么小，怎么不是你错过了他，就他错过了你？哎，要不要你试试去追他，说不定还来得及。还是说，他要找的人不是你？小西，哎，不好意思啊，让你一个大艺术家看着我吃面。别挤兑我行不行？本来就是啊，太过分了，哪有你这样的呀？我这也不是逃脱，我是真的有事儿，有工作。我在准备专场的作品。这就是借口。毕竟你们两个人还没有离婚呢，对吧？她就是你的妻子啊，你不能这么狠心啊。她最近怎么样？你没有去看她吗？我前天才回来的。那你就自己去看她。我妈让我跟你说，劝你不要离婚。我爸让你好自为之，反正话我都已经带到了，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但是你们两个人如果真要走到离婚那一步，我肯定是站在他那头的。
替我跟你爸妈说声对不起，让他们跟着我一起操心。你能不能够干脆好好聊一聊？他已经过了最崩溃的时期，现在也已经平静了。你不能一点机会都不给他。我想想。 但我最近生活工作确实一团糟，首也马上就要开始。起初，我对干脆提出离婚是想让自己放松一些，可是结果……小希，其实我这次来找你不是为了干脆的事儿。那你找我干嘛？我记得有一次我也问过你，问你愿不愿意到我这边来工作。 珍妮现在走了，我现在急需一个既懂音乐又懂商务的人，而且这个人还得对我特别的了解。我想来想去，我身边的人就只剩你了。你现在也没有工作，我这次回来是专门来找你。你知道我已经不碰音乐了，我不能答应你这个要求。就算我求你好不好，小希？首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回去吧。好啊，该放松的时候就应该放松，心情好，工作才会更好。小雨的事情就不用我多说了，她作为管理者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我看中的是你的能力。年度金牌员工的称号才是你真正价值的体现。你放心吧，我会好好配合工作。
至于其他事情，早就翻篇了。好，去吧。凯达的裁员跟我们竞争的公司有好几家，所以我们必须要出一个有竞争力的方案。你看看，做点补充。您这么做太草率了。草率？你别因为对我的不满就否定大家的方案行吗？我没有针对你，请专业一点。我怎么了？